刚就看到了，哦，这个前面这一排，哦，都跳得很好，我就在想说老师一定在前面，那后面这一排也很会跳，我就想说里面会不会有那个班长也在里面，哦哦，这都全部呢，大概20多个学员当中呢，今天大家一起呢，将这个时间带来我们现团啊，来到我们的团委会，跟我们一起来同乐，非常非常的感谢。那么接下来这首《橄榄朵》来，就是这一首的神曲啦，各位哈，今天听到最多次的筷子兄弟的什么鹿哥，小苹果，掌声欢迎。耶，yeah ！这首节奏很快的，啊，所以只要超过30岁，像我这个年纪，大概动作不会很灵活。老师这个都只有22岁了。摘下星星送给你，摘下月亮送给你，让家每天为你升起。人生蜡烛燃烧自己，只为照亮你，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只让你欢喜。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，在生命虽短，爱你永远不离不弃。你是我的夏天小苹果，怎么爱你到处牵动，春风的夏天温暖我的心中，这样多生命的火，火火火火火。你是我的夏天小苹果，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，瞬间中来到流放，开满山坡，种下希望就会收获。好会跳哦，轻腰跳，来太空一点五做阿嬷，我们一起来猜猜看，到底哪一位是？我觉得你讨厌你的一切，这年龄有没有虚？每天都新鲜，有你阳光不灿烂，有你黑夜不黑暗，你是哪里，我是哪边？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，在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，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蓝天，在春天雪花飞舞中你更加温暖。你是我的夏夜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春风的夏夜温暖我的心窝，这样多生命的火。五班呢，特别带来精彩的表演，谢谢。